且比我想象中的是要好，确实，就我想象中可能会比这个更加环境稍微再恶劣一些，对，但是来了这里发现，哎，大家孩子们跟一些设施都觉得还行，就觉得说啊，那真的是我觉得是件很好的事情，因为政府有在帮忙，然后有这么多有爱心的人在帮助他们，我觉得说很好。但是我觉得现在能接受到帮助的可能只是要大家一起再多加油一点，然后让更多，其实我们很多地方是没看到的，所以说也像我们这次为什么要来，就是也是希望说不只是可能不只是经济上的帮助，或者是单方面的就是很单方面的帮助，我们更希望通过我们自己的能力，然后去教他们一些东西，让他们完成一些他们平常学不到的东西，我觉得这是可能也是对他们心理一种帮助。对，因为我们昨天在聊天的时候也聊到说，如果我们今天上课的内容可以给他们多多少少来给到文化课之外的启发的话，我觉得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就是可能在我们的帮助下，他们可能更了解说，哦，可能除了文化课之外，我自己更擅长什么东西，然后去发掘自己，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妈不用客气，我把你这身体一定要吐出来。哎呀，不用客气。看到他们也是开开心心的，然后也开始慢慢的变好，我觉得自己心里也会觉得很舒坦。对，就是会觉得说啊，原来我们在做这些是有效果的。